新闻大爆炸，你问我来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龚俊。第一个想问一下，俊俊演过那么多类型的帅哥，最喜欢哪个类型？之前演的都是一些比较偏偶像一点、帅气一点的，比较像我性格的就是袁彻啊。有没有比较想合作的演员？我比较希望能跟一些老戏骨老师能搭搭戏，对，这样对我演技提升有帮助，希望以后有机会。今年可以开生日会吗？如果没有，直播考虑吗？今年我生日如果不出意外应该在剧组里面，所以生日会应该没有办法开，如果有机会的话给大家直播吧，大家注意看工作室的这个通告。想问龚俊，60多场吻戏需要粉丝集资买点润唇膏吗？不用大家操心了，我有，我会保护好的。这里我都闻到了那个森森的味道。羡慕哥哥头发旺盛，怎么保养头发？我平时没怎么保养头发，我觉得头发这个东西基因决定的吧。腹肌照什么时候安排一下？有可能，这部作品里面会有，有可能下部作品里面会有。戏外反正是不会安排。戏外应该是暂时不会安排，大家多多追我的剧就知道了。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外号？有，高中的时候同学给我取。是魔兽世界里面的一个种族叫巨魔，因为我那时候长得挺高的。哥哥给我们说些情话吧，新剧里很多吻戏粉丝们太酸了。你知道我为什么长这么高吗？因为天塌下来有我帮你顶着，有我帮你顶着。那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的新剧。看见味道的你，大家追了这部剧呢，日暖暖的温暖。看你微博上个月还没有穿秋裤，现在穿了吗？哦，今天没穿，因为今天不是这个要采访嘛，有活动嘛，那我就没穿，我平时会穿的。给粉丝们来个硬核版的，天太冷了，赶紧穿秋裤。那我就用陆卫群的方式跟大家说吧，天太冷了，记得穿秋裤，听见了吗？反正我是听见了。你是左手的？是。那所以双十一有没有？买很多数码产品啊，最大电视什么的。哪些事情是你碍于明星身份不能做的？我这个人平时私下没什么包袱，说实话就没有什么不能做的。你觉得你的自己的生图和精修图区别在哪？区别在更好看。你最放纵的时刻是？看比赛吧，尤其比赛，我为我们中国队加油助威。最近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吗？和大家分享一下。我家人去旅游，然后又看了偶像周杰伦的演唱会。假如你被就是点到歌的那个人，你会点什么歌？等你下课。一共有五组，每组3个词。第一组，电梯、口红、灭火器。如果在擦口红的时候着火了，就要拿着灭火器去灭火。我如果火太大了，也不要坐电梯，用逃生通道下楼。一下就科普了一个逃生规则。对，不要坐电梯，着火的时候记得。第二个，奶奶 DJ 运动。我奶奶很喜欢做 DJ， 觉得这种活动可以运动自己的身体。第三组，水杯难过，健身。健身的时候要多喝水，如果没有八块腹肌，你就会很难过。第四组，桌子美丽奶茶店。我和美丽在奶茶店的桌子上喝奶茶。最后一组，火锅蓝牙出租车。我用蓝牙遥控出租车去吃火锅。哇，你好厉害啊。2019年今天过去了，年初给自己定的小目标实现了多少？我本人就觉得是应该知足常乐踏实一点吧，算是实现了，挺开心的吧。